你好，我是遭男，是玄铁摩儿的大话西游的设计师，还有我们的自己原创系列捉妖联盟的七大圣的设计师，我之前是做相关的游戏相关的概念设计，之前也从事一些漫画和动画的一些创作，现在是主要精力来做玩具的一些原型啊。 设定，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《大话西游》的两款产品。这个是西影厂原画的设计是由我来负责的。我们作为这个独立的一个新的一个品牌，开始我们做的一些设计，源自我的一个关于《西游记》的一个妖怪系列的一个设计的想法。关于孙悟空、唐僧啊这些角色，主要角色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。 然后我们这次做的是里边的那些妖怪，以妖怪的角度，以妖怪的生活，他们的性格去做这一套七大圣，就是七个妖怪王，包括牛魔王啊、角魔王啊、鹏魔王啊等等这些。 市面上相关的这些玩具，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成系统的，而且比较可爱的这么一个系列。不要那么狰狞，因为之前我们也见过很多关于《西游记》里妖怪的这些手办啊、原型，他们的那个包括形体、造型、那种力量感，都显示妖怪非常邪恶的那一面，它的那种爆发力、它的破坏力。 我们想就是做一些可爱的，更让人轻易拿起来，可以随时放在桌上，很喜欢，或者是拿起来以后，把玩的时候感觉它很可爱这样一个东西。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它，也是做一种尝试，希望大家喜欢吧。我觉得《西游记》中这些英雄。 师徒四人啊，尤其是孙悟空啊，他的英雄的这个气质，很多时候他可能是需要一些反面的一些角色来衬托。但是我们又从妖怪的角度的话，他们眼中的这个世界，西游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美漫啊，蝙蝠侠啊与小丑，他们有这种对立的关系。 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的英雄，他都需要有强大的反派来支撑他的这个成长和他的这个心路历程。相信这七个妖怪到最后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他们是一种很有力量感，但是又很可爱的一种存在。